近，防守才是追分最好的朋友。外分曾博昱外围的四十五度角大空档三分球进！哇哦，这一季的三分球，曾博昱把自己的价值投出来。这一季三分球非常的重要，是不只是让工程师能拿下这场比赛的一个关键。目前取得了五分的领先。哇！相信工程师的球迷现在也是信心大增啊！没错，因为工程师在上一个球季往禁区里面进攻，在分球分出来的外围投射射手的状况没有那么好，但是曾博昱用他的表现，也许可以让工程师们球迷们打了一剂强心剂。